林青霞一点六亿珠宝上身，两季女陪跑趴。上天，上天，是什么风景让我如此的想念？哎呀，这被你家相间，有杀有杀。走过真我，在小仙女度过，难懂那个幻惑。想要我们强大气场，是国宝美女林青霞啦。青霞昨天在香港去西卡地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国宝美女的行头不能马虎，卡地亚顶级珠宝耳环、项链等全身都是钻的，估计青霞把超过4000万港币，等于1.62亿台币戴在身上。和漂亮的妓女邢佳倩陪她一起跑趴，美女站出来特别引人注目，但青霞没接受访问直接入场，还是被簇拥着拍照，好好哦。小妈咪吴佩慈一身粉嫩出席，没带小蕊蕊跑趴当放风。两个正男，怀孕6个多月，40岁香港名模焦问琪有福寻虎花现身，她穿宝蓝小礼服，把孕肚一遮，搂沟抢镜，毫无这孕妇打啦无误。脚上还踩着6层高跟鞋，哎，真的没在怕的。唔好讲我对鞋啦，俾人闹啦。你对人闹？好多人身边朋友，唔系 OK， 真系啱啱喺车度落，下个礼拜啦，7个月，好快啊！即系通常你话怀孕咧系会吓、升级噶嘛。咁通常我可能2、3级噶嘛，咁我话好似得半级1级啫。苹果的 online 别担心啦，流量跟照片没有关系啦，不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。5月18日每晚9点，请锁定苹果日报，可以看到我最新的网络偶像剧《迷途》哦。